这即马正咧开啊，笑艳花哦，笑艳花啊，笑艳花就是讨厌的艳，然后底下一个脸的，有没有？哦，笑艳花哦，那这个字就是很漂亮的那个脸的，哎，笑鸭的，笑脸的意思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哎。这个植物哈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。那为什么这样？我这样子讲，等一下我们会经过有一区是它标准的生活形态的环境。这个是管理单位刻意把它移过来这边种。各位可以靠过来闻闻看，它有一点粉粉的香味，不过不必然每个人都喜欢。哦，有没有？闻得到吗？有没有？有。好，闻到哦。哎，这青色水洞的缸呀！青色水洞。你要等你的，我等同我教了我。
越快嘞。是鸳鸯吗？一头鸭，一头鸭，一头鸭，鸳鸯还是一头鸭？